大家好，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。今天要教大家的客家谚语是等叉西建冲，辅叉西建急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等车时觉得时间特别漫长，赶车时觉得时间特别急促，形容心境不同，对时间的感觉便有差异。等叉西建冲，辅叉西建急。